用一個很荒謬的一個作品去拎出嚟，去俾大家睇。但當你笑完的時候，你發現原來，咦，本身你的生活就是咁荒謬嘅喎。我人生仲要循序漸進咁樣改變。我諗你有啲嘢搞錯咗。你八鳩狼。喺父母的角度啦，佢哋有少少會覺得抵死啊嚇，即係講咗噶啦嚇，即係人人都行嗰條路，應該係好係一條即係康莊大道嚟嘅，咁你唔行啊？你話邊？仲揾我做兄弟啊？普遍而家年青人嘅問題係咩咧？就是、無論你揀條咩路都好啦，其實可能佢都係唔捱得，佢都係覺得即係要好急進。做少少嘢就希望有好大嘅成就。而家系咪年青人急進，還是係年青人身邊嘅人逼緊你要急進先？咁所以咁嘅情況之下，我覺得我就寫咗呢個戲咯，係反映緊自己，反映緊即係同一個年代嘅一啲人咯。六百幾尺過得去咁啦，屋宇中介樓嚟講算咁上下。嚴格嚟講，呢度又唔可以話係中介樓嘅喎，即係三百零萬，即係都過得去㗎。哇！喺呢度都要三百幾萬，我梗係要啦。嗱，現實當中咧，而家啲樓咧，基本上就係越嚟越貴，但係就已經越嚟越細啊！即係基本上你買呢層樓嘅時候，基本上你好多金錢已經係落咗喺裝修度，所以而家每一間屋佢都會好刻意營造豪宅嘅感覺啊！即係啲燈啊，呢啲係啦，有啲露台啊，就可能晾衫。咁但係其實我係覺得，即係如果一新人，我如果要為一間咁唔係咁大嘅屋，就要花咗成世人，可能講緊係。成世人做嘢嘅錢去供啦，咁我就唔願，所以我而家都係租嚟住。好多香港人咧都好向往瑞士嗰種居住環境，我諗我嘅居住環境最理想咧就係。而家呢個首先第一個係一個鼓吹消費嘅一個社會，亦都鼓吹係昂貴消費嘅一個社會，即係好似講緊我哋見到好多廣告啊，即係尤其是一啲樓盤嘅廣告，即係好似係 project 嘅嘢就嗱，你咁後生咧，就已經需要有一層豪宅噶啦。我哋留意翻上一代俾我哋，或者由社會俾我哋壓力，係咪就係不斷咁 force 嗰啲年青人，就係講緊佢三十歲嘅時候，佢就首先要完成咗結婚、買樓，最好生埋仔，然後最好有架車，係逼緊一個年青人一定要達標，否則的話佢就會被邊緣化，否則的話佢就會被講為唔長進，或者唔係年青有為咯。因為我的角色本身咧係即係講緊佢係一個低下階層啦，佢亦都通過一個咁樣低下階層嘅人物咧去控訴翻個社會現象。你孤獨嘅咩？我有女朋友㗎。咁你女朋友啊，就一定係生存嘅唯一目標。通過戲弄啦，或者甚至乎糟質嗰個男主角啦，其實嗰一撇台詞咧。我係即係，我覺得我係代表緊啲觀眾嚇，咁係向呢個政府或者向即係呢個社會咧，去宣泄或者去控訴一啲嘢嘅。生活環境咩？生活環境咁巴士弊啊！你咁中意咪人做邊行啊？如果話俾你聽，我做跟車嘅咋，我做實 Q 嘅咋，我侍應嘅咋，或者其實我好慘噶，我屋企對住啲街磚糧地嘅咋，咪最中意揾埋啲低收入人士去肯定自己人生價值咯，分值。當我讀完教育學院之後咧，我有個機會咧可以繼續去呢個中文大學嗰度進修嘅。當時已經亦都收咗我，我索性就撕爛咗中大嗰個入學嗰封信咯。
當然即係當時係同屋企人嗰個關係即係非常之惡劣嘅，即係我做咗呢個舉動。我讀唔成書，中五畢業出嚟，我做個跟車，我做個實 Q， 我做個侍應。但已經係畢咗業之後，可能嗰個收入係好唔穩定。你要行條即係佢哋覺得直情係死路或者掘頭巷咁樣，咁呢個你自己攞嚟嘅咁。最經典，我試過以時薪7蚊喺食環署旗下嘅外判清潔公司嗰度洗廁所，最後屯門發潮勢喎。嗰啲老闆見到我真係冇理由去為咗佢或者為咗佢所代表嘅大氣候而活噶嘛。啊、即我會覺得我的人生是應該要自己掌握翻咯。各位同學午安。早晨午安。你要求嘅？我當年都是即做了一段時間的呢啲自由身嘅戲劇工作者，去到而家嚇，我喺一個建制裏面，我入翻去學校去做一個戲劇教育工作者。但係我好想講一個社會現象是比較有趣的，就係、是。我聽聞咧，而家咧，教育學院是比較難入的，大家都知道，其實教學即係喺香港做老師咧，個人工其實比較高嘅。你一畢業嘅時候，你嗰個人工可能已經比起其他大學嘅畢業生咧高咗一大截嘅。咁如果佢係睇中呢樣嘢而進入呢個行業嘅話，咁你可唔可以話佢急進咧？好。俾原本個位置我睇睇先。原本嗰個。係。本堂向嗰邊。Johnny 仔。頭向呢邊啊。好，咁啊 B 話咧就應該擺去8:30嘅。咁樣。8:30，而家6:00啊嘛。好咧，而上一即係戲劇學院畢業嘅一啲嘅師弟師妹啦。佢哋嗰個心態咧，同可能大部分我哋而家標籤咗啊嗰啲咁嘅，即係一啲即係80後、90後嚇，其實佢哋嘅心態都係一樣。佢哋好容易灰心咯，即係好容易就會覺得我演藝畢業喎，即係我係一個專業嘅表演工作者喎，我係咪應該要即係喺1-2年之間就有啲成績，跟住人哋認同我？有陣時候我哋同佢哋分享嗰啲經驗，嗰啲嘢應該點做嘅時候，佢哋會有少少嗤之以鼻啦。都喺個過程裏面都幾激氣啊嚇！咁亦都真係我哋其實我哋都盡量採取一個態度，就係能夠教嘅，我哋就教佢。咁如果有時真係激氣得滯嘅，我哋都無可避免會鬧佢哋咁。但係好驚一樣嘢就係鬧走咗佢哋，咁就冇人做嘢噶啦嘛。佢哋咁嘅態度咧，對於我哋嚟講係有少少匪夷所思。因為我哋80年代出世，好記得當時就係、是香港嘅經濟基本上好好。咁我哋翻小學嘅時候，老師直頭係成日同我哋講話：，你哋一代係最幸福嘅一代。我2002年畢業嘅時候，好多同學失業咗差唔多半年。咁嗰陣時嗰份工咧，6500到人工嘅啫。即係你諗下，2002年一個大學生，全理學院畢業過，唔係差嘅，只係6500人工，幾恐怖啊！大學畢業出嚟，我見過樓市冧3次啦，即係一次就係金融風暴，一次係沙士，仲有一次係金融海嘯。每一次你都同我講話，哎，今次係最後一次。我望望住對面海，啊，好燈火璀璨嘅維多利亞港澳，你望到呢個景象，其實你真係好難去忍心相信香港會玩完。撐下去啦！咁結果真係冇玩完啦。當我哋肯同個香港一齊捱嘅時候，到而家受惠啦，我又唔見得自己好受惠。我感謝呢三月，即係人生遇過呢3次嘅危機添，即係咪令到我唔會再相信世界係美好嘅啦。根本就是他的棺材本。大哥，这些就是台湾
影嘅結婚相咯。我都要成20,000+嘅離輯相。唔知由幾時開始話俾你聽，你結婚就要去台灣結婚相咯。呢個又係唔知由幾時開始有社會風氣嚟噶。其實你婚禮，你個一個婚姻係追求緊乜嘢？係追求緊我話真實同埋幸福噶嘛？但係你婚紗想做嘅所有嘢就係、是假嘅，同埋係模擬出嚟嘅。係㗎，每個影婚紗相嘅男女個樣都好甜蜜，好寫意，好嚇又有水又剩又嚇，你見到又打下千秋，但係咁啊呢啲瀑布嗰啲。看看啲瀑布，你睇下先。瀑布呢啲，哇，係幾靚，即係大佬成件事幾有詩意。但係嗰陣時其實我腳都震埋，但又要扮到好 enjoy 好靚咁樣喎。即係其實原來每一個結婚人都係一個演員嚟嘅，即係要用演技搭救嘅。大佬你唔係有演技嘅話，你係影唔到呢啲相。咁所以我對於我嚟講係覺得好，其實都係氹下啲觀眾嘅啫。即係例如我媽咪啊、屋企人啊，睇完哇都係咯，都幾好啊，幾靚啊。咦，不過好似你冇乜三轉，冇乜景轉嘅，好似好悶喎。我唔知呢個係咪男女之間嘅唔同，還是我哋兩個只係分歧。我會覺得係好荒謬嘅，係虛構一張幸福嘅結婚相出嚟係為乜嘢咧？即係呢個就係我唔明白點解要用一張虛構嘅相去證明一啲乜嘢咧？咁但係可能作為女仔，佢會想喺呢一張最靚嘅相裏邊，就係揾到一個幸福嘅憑證咯。你揾翻咁嘅兄弟，咪想嚇死嗰班姊妹啊！我同你講下。到時封領事俾佢哋呢20好啦，仲有啊，叫佢哋接新娘嗰日唔好遲到啊！你啊，一做小事你都搞唔掂，信唔信我唔嫁你？哎呀，好啊，老婆，一系咁啊！即系我都话我同你拍拖，我未试过嗌交，但系结婚我哋嗌咗无数次交，咁甚至乎可能有啲人会因为呢个过程佢哋分开咗，即系原来一个婚礼可以催一段爱情，我都话，咁我哋系要一段爱情，定系要一个婚礼咧？2嘅精進課程咯，跟住再講埋阿陳 Sir 呢個宣佈。今日有咩？我好希望我能夠幫到一啲喺呢個大氣候裏面係屬於受害者嘅一啲嘅下一代，我能夠啟發佢哋，幫佢哋揾到自己嘅方向。讀書考試咧，某程度上咧都係只不過係可以即增長到知識咯。咁你都知道，你又出嚟揾食啊！我哋成日話嚇，咁都要 skill 噶嘛嚇。咁個 skill 其實就係呢一啲，即係你點樣執生啊，你點樣安排啊？你知唔知如果我哋接觸到輻射會有發生咩問題啊？嗯，會生 cancer。哇，係果然有睇新聞啊！你唔好你問一句就嚇。係啊，好似會生 cancer 喎，好似會對下一代有影響，乜嘢都好似，你資料搜集要清楚啊嘛。我經常都俾佢哋一個訊息，就係話你有好多嘢一係唔做，一做你就做好佢。佢可能喺個學業成績嗰方面咧，點樣做都係唔會做得好理想。咁嗰啲人點算咧？透過同佢哋一齊去做校園電視台呢樣嘢，去幫到佢哋。去令到佢哋了解社會其實即係需要一啲咩人，咁係咪所有80後、90後都係不濟嘅咧？我又相信唔係嘅嚇。咁但係點解會開始有咁樣樣嘅標籤，開始有一啲即係商界或者社會上面嘅人會開始鬧點解我哋下一代咁樣咧？咁其實我覺得教師同家長都好有責任咯。究竟我哋係咪真係完全淨係睇翻小朋友嘅成績，咁就叫做一切咧？Him is smart. She speaks Portuguese. You 咁快寫啲字啊？你畫咗圖畫先啦，你畫爸爸先得唔得？哇！你咁快寫啲字啊？而家啲年青人咧，咪成日話乜80後啊、90後啊、港鞋啊、公主病啊，即係咁多標籤咧。其實就係講緊，喂，會唔會我哋而家下一代越嚟越不濟咧？咁我希望我個仔即係將來係即係唔好變成呢一啲即係俾人標籤咗係好有問題嘅一個下一代咯。好攰。你咁坐梗係攰啦，坐翻正。唔係啊。嗯。我咁樣話，如果我挨住就舒服。邊有得挨住㗎？永遠刻苦嘅人
或者努力的人才會成功，即上一代為什麼會這麼刻苦呢，是因為他們要向上流，上一代其實充滿了機會，現在這個社會富裕了，兼且那個向上流的機會是少了的，其實如果是這樣的話，是不是應該更加刻苦呢？星期一呢，你就會知道呢，第一輪你入不入到那間小學，坐一架巴士跟著有時看電視呢，說即是父母會即執到小朋友的 schedule 很爆啊，這樣我跟我太太即她都知道我怎麼想的，我不是很同意這樣的，即例如她學很多東西令到她的 profile 是很豐富的，跟著又說要令到她將來可以有很豐厚的履歷，可以去考一些小學啊中學啊那些。1 and 2 and 3 and 4 and 1 and 2 and 2 and 3 and 4 and 1 and 2 人家會覺得為什麼你給那麼少東西去學，只是中英數溜冰不學，有些日文又不學，有些家長又會問我，即譬如前一陣子選學校，你報了哪間沒有，我一間都沒報，即是死了我沒報，然後他們就會說你是不是他媽來的，他是不是你的兒子啊，過來啦，在哪裡才行，在這裡啊，你看不到我，看到了看到了，是你來的，這個社會所謂成功的指標呢，就是要入一間名校，一定要讀到大學啊，然後回來呢就即畢了業之後呢就要找到份好工啊，即係跟住就買樓啊，結婚生仔，即原來父母對我的期望係咁樣嘅話，咁所以我要做啦咁樣。係啊。但係偏偏你嗰種呵護備至，就是、令到佢抗逆能力可能又低嘅時候，佢出到嚟社會係咪真係可以做得到呢樣嘢咧？所以其實嗰、那個下一代會變成點咧？我覺得老師學校係有責任嘅，但係家長嘅責任係最大。你啊，你又咪搞到一锅泡啊！我同我老婆拗到口水干，佢先将啲礼金搞到九万八，仲咁六百系我帮你出噶，人结婚我结婚，叫我自己贴钱出嚟，而家仲要喺自己屋企度分尸。当好多嘢你喺现实你唔想做嘅时候，你发现到最后，原来我哋都要去认同翻，或者我哋要去屈服翻嘅时候，咁我谂嗰样嘢就只能够喺创作里边去发泄出嚟啦。即原來每一個婚禮都是一個 show 嚟㗎，我哋要顧及嗰晚觀眾佢哋食得好唔好啦，個娛樂性夠唔夠啦？望住對方啦，甜啲啦，再我哋俾啲掌聲俾你新人好唔好？佢俾得人情嚟呢餐嘅時候，多少都要俾啲人嚟睇下啦。咁即呢啲就係啲社會嘅眼光嚟啦，咁所以就要做啦。初初話啊，應該廿圍到噶啦，咁佢又哦好啦，唔好唔使咁鋪張噶啦，簡簡單單咁樣啦。咁直至我哋搞咗搞到差唔多最後去到卅圍，佢一日走埋嚟，夾一嚿雞髀，望住我好開心啊！你哋有卅圍，我就安樂啦，咁就好好睇睇啦，你明唔明？中國人有一樣嘢係好衰噶。最野蠻嘅就有四個字，就係好好睇睇咯。但係每一個中層生活嘅人又好，低層生活嘅人又好，佢都期望佢結婚嗰日，佢嗰個婚禮係一個世紀婚禮嚟嘅，係要好好睇睇嘅。咁但係現實就係我哋係咪真係咁好睇咧？我哋唔係含住咁多錢出世，我哋唔係有錢人嚟噶嘛。咁睇咩？點解要咁好睇咧？係咯，為乜嘢咧？
下一 round 嘅壓力咪可能就係、是、啊，屋企人問你依幾時有細路仔啊，即係幾時下年好抱孫咯喎咁。無論你後生嗰陣時候，或者你以前你曾經講過話，我一定唔會點唔會點，但係你覺醒得幾耐，或者你覺醒完之後可以堅持幾耐，你覺醒完之後你仲可以去 ignore 好多壓力，否則的話，你到最後你都可能跟翻嗰個主流嘅意識形態行咯。我諗到我呢一代可能唔能夠去完結呢一個陋習啊，我覺得係，但係我希望下一代可以咯。是笑談基本法，之後是東張西望。開拓公營廣播新藍圖，香港電台公眾諮詢會201012月11日柴灣青年廣場舉行，歡迎市民親臨表達你的意見，提出对公营广播服务的期望。详情请浏览港台网站。